我张开双眼就看见微笑，伸出手就被拥抱，世界很喧闹却不会打扰，苦辣酸甜都重要，我知道每个人都会变老，不变的未必就好，忧郁的青春怎会被看好，哪怕跌倒也要奔跑，站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的人都是天才。天才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跟绝大多数人都一样，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。但是我的梦想是做一名优秀的音乐剧演员。我希望我自己可以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唱歌。我也一直在为我的梦想努力拼搏奋斗着。我身边的人跟我一样，他们从一个剧组到另一个剧组，认真地演着每一个龙套角色。他们每天练舞，跳烂了一双又一双的芭蕾舞鞋。4年，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。我们凭借着热爱、努力、坚持，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。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，天才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那就是1%的天赋，加上99%的拼搏和汗水。也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出众，但是请你们记住，你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请努力的去追梦吧，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。
花茶。之前的事情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冲你们发脾气的，对不起。云云啊，都怪我和你爸没本事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妈，是我不对，我知道你们把我养大的不容易，而且也都是为了我嘛，你们辛苦了。傻孩子，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不为了你，为了谁呀？云云，你给我们寄回来的钱啊，我和你爸都给你存着呢。妈其实不是想和你要钱，妈只是担心你，怕你乱花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而且那钱本来寄给你们就是让你们享福的呀，你们就花，我可以挣的。你也多和同学们出去玩，别担心我和你爸，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妈不和你说了，记着妈说的话，要开开心心的啊。好，啊，去吧。啦啦啦啦。这儿呢，开心。艾米，你们来啦！我和叔叔祝贺你演出成功。哦，谢谢你们。艾米，你们真的是太棒了！看到你们演出的时候，我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做毕业大戏。那个时候和你们一样，没日没夜的探讨剧本、排练，就是为了在这个舞台上不留遗憾。你们做到了。那当然，我们可是最棒的。为你鼓掌。对对对，应该鼓掌，因为你们都是最棒的。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这个事情，那我就有个事儿要问你了。我们成名在望的影视化版本到底什么时候启动啊？对啊，就在演出结束的时候，公司的项目部门一致通过成名在望这个项目。已经启动了！啊，太好了！另外，我有个消息想告诉你。我准备在成名在望的影视作品中留一个重要的角色给屈诗韵。哎，那屈诗韵知道了一定会特别开心的。多
现在就要去告诉他们了。成名！我做到了，终于做到了。妈，阿姨好。妈，回家我跟你讲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成明好的。妈，妈，怎么着？什么时候上家里，让你叔叔给你做顿好吃的？还得挑个日子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不不不不，我什么时候都可以。谢谢妈。谢谢妈。想说什么呢？好的，阿姨。提前演练一下也不是不可以。妈，走了。妈妈拜拜。妈妈拜拜。你叫什么呢？你们刚刚自己说的，提前演练一下。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想不想听啊？什么好消息啊？我能有什么好消息啊？你可听好了，成名在望的影视化正式启动了。真的吗？而且你是重要角色哦，特意给你安排的。嗯。怎么不说话呢？哎，干嘛呢？开心傻了？太好了，我的付出终于有回报了。怎么还哭了呢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呀，我终于等到认可了。来，干杯！成明，从你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一句对未来自己的话吧。就当做是毕业纪念。嗯，说什么？关于梦想？天哪，你都说了四年的梦想了，我们都快会背了好吗？对啊，换一个吧。好好。未来的社会人成名，你好，生活的辛不辛苦啊？累不累啊？希望呢，你以后可以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，也希望你可以保持你的锋芒和坚持。最后，希望你不要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。嗯，这段说的不错。可以的，老幼，整两句。柳志奇，你要对刚刚说话的那个女孩好，不要辜负她，不能让她在生活上辛苦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想结婚啊？你们明天去民政局吧。结婚，结婚，结婚，结婚。其他我的巧克力了。阿蜜，你这么想结婚，你呢？你好，魏夫人。哦，你现在有一个有钱的老公，又有一个有钱的老爸，你还需要梦想？哎呀，不需要啊！受不了，受不了！过分了，这位女士过分。对，太过分了。你没有。你不配。谁说的？我可是有一个有潜力股的男朋友，是不是？你没有。他才是，他才是真的有潜力。哎，该说不说，我确实是从一条咸鱼进化成了一只潜力股。不过呢，我以后的梦想不光是做一个圈内的王牌经纪人，
最重要的是，我要做我们家雅丽背后的男人，现在是，未来也是。哎呀，风雅丽君，您作何感想？我要成为最真实的自己。可以，加油，加油。那我要大红大紫。加油，大红大紫，大红大紫。兄弟姐妹们，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那么今天的这顿散伙饭就由东东来请客。行啊。哎，这怎么能叫散伙饭呢？我们以后大家还可以经常聚聚啊，但是以后呢，不要光只是吃吃喝喝，也可以切磋下艺术，是不是？就是，怎么可以说散伙呢？就是，怪我怪我，跟东东在一起待了4年，我都不会说话了。呸！那咱们这杯就敬我们永不散伙的青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一起举杯！干杯！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，我们也曾历经不幸到处奔波流浪，有一个那啦啦啦啦啦啦。我感觉好不真实啊，我们准备了4年的毕业大戏就这样结束了，感觉好像做梦一样。嗯，没关系，还有更好的未来在等着你呢。是的。哎，对了，同志们，我要给你看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是我收拾东西的时候翻到的。哎，赶紧赶紧。这是叮咚咚之前洗出来的，我一直忘给大家了，真好。嘿，秋明，你那个手好嫩呢。而且还就是喂马骑的。谁说的？你是不是这几年瞒着我们去蹭了美白啊？哎呀，我再看看你们的。哎，这里有一张。芳芳，你真的太好看了。怪不得张艺勇那个时候那么喜欢你。嘿，这是艾米，艾米，你那个时候戴个帽子，像不像个假小子呀？也不知道魏峰当时怎么看上他的呢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只要锄头挥得好，没有挖不到墙角。果然，他是依旧我最美。得了吧，你肯定是让叮咚咚单独给你加了美颜滤镜吧？怎么可能，我这可是纯天然的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一晃4年就过去了，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可以一起坐在这儿聊天。当然可以啊。我在，你也在，他肯定是跟着叮咚咚，对吧？去世院。 No， 是哪有戏我去哪，我可是未来的后预定。Nice。那芳芳呢？什么呀什么呀？
上了。值得！天哪，我们的天鹅公主终于要飞向更远、更辽阔的地方去了，加油！那以后我们四年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，各自为王。对，各自为王，走向巅峰。起床了，排练了，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啊，又迟到了。排什么练呀？毕业大戏都演完了，我们毕业了。对啊，嗯，毕业了。啊，芳芳都走了。嗯，走了。啊，嗯，困死我了。我亲爱的姐妹们，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了。原谅我的不告而别。但去英国的飞机即将起飞，我将要参加皇家芭蕾舞团的最后一道面试。回想我们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，欢笑、泪水，我们收获了最珍贵的友谊和爱情。我经常会想起星空下，我们在操场上吃着烤串，聊着未来和梦想的夜晚。你们陪我走过了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，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勇气。陈明，你知道吗？每次看到元气满满的你，都让我觉得生活有无限的机会。再多的困难，都一定会过去的。爱你，302，永远的小太阳。你的自信和热情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，还有区区小公主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不敢说的话和不敢怼的人。你对演戏的坚持和热爱让我从心底敬佩。但今天是我们分别的日子，也是我踏上梦想征程的重要日子。未来即使身处异国他乡，我也会想象你们依然陪伴在我身旁。我会勇敢的，热爱的，一直跳下去，跳出去。希望未来的日子你们安好。爱你们的芳芳。张明，你别哭了，搞得我都哭了。不是以后都见不到了，可是我还没跟芳芳说再见呢。他就是不想和我们说再见，才自己走掉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你也不要搞得那么凄凄惨惨的，反正大家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呀。我一直以为我们四个人会一直在一起，四年了，我都习惯了。但是芳芳现在一走，我真的有一种离别的感觉。这四年，不管是开心的时候，还是我们激烈争吵的时候，芳芳都是一直默默地陪在我们身边。没想到，她是我们四个第一个勇敢去走的，开始新的旅程。哼，我们也要打起精神来，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我也不会放弃的，我们真的会实现各自的梦想的，加油加油。
四年过得好快。年的时光的，我可不想说什么离别的话。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芳芳为什么会不告而别。哎，你们等等我！你干嘛呢？那么慢？我收拾东西呢。哎，程明，给你看个东西。什么？油漆还写在那么猥琐的地方？你在哪找到的？在你床底下。啊，我一直以为它丢了。哎呦，看来这东西还跟你们有点故事呢。那是贼有故事，是吧？算了算了，走了走了，岳峰还约了我吃东西呢。哎，走了走了。等等我啊！啊，吃东西啊！程明，你快点儿！来了。我的女孩长大啦。程明，你说我怎么会遇到你呢？遇到我不好吗？好，很好，特别好。我最近就在想，我要是没有遇到你，我应该还是那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孤独又怕黑的幼稚棋吧。程明，谢谢你，是你给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。幼稚棋，我也要谢谢你，大学四年你一直都在鼓励我，我也很开心你可以出现在我身边。我是一个特别贪心的人，我想要的并不是你的现在。人总是会变老的，我希望呢，当我老了以后，你还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我们永远不会分开，好吗？哎，那我可要好好考虑一下。程明，幼稚棋，当我发现我自己喜欢上你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害怕，因为你是幼稚棋嘛，光芒万丈，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。我既希望你能喜欢上我，又害怕你喜欢我，所以不仅是为了我的梦想，更是为了有一天我可以真正的和你站在一起，我一刻都不敢停止努力。
我没想到，有一天我们真的在一起了。啊，我给你看个东西，把眼睛闭起来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先把眼睛闭上，把手伸出来。嗯。可以睁开了吗？可以了。哇，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那个玩偶啊！嗯，原来你没有把它丢掉。我也一直以为它找不到了，可是直到今天，它失而复得，就像梦一样，冥冥之中又被带了回来。就像第一次，你被带到我身边，又是奇。或许，这就是别人所说的缘分吧。那我们就把这份缘分一起继续下去吧。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这么结束了，在这里有过成功，有过失败，有过喜悦，有过悲伤，更多的是为了梦想的坚持。即将踏上新的旅程了，未来不管我们在哪里，都会为了新的希望努力。再见了，我的同学们，再见，我的大学。